他不是车祸，不是那个车出了问题，但是这个有爆炸物。 警惕坏人是我们一贯的这个有一个工作机制，但是我觉得不是说要制造一个紧张的氛围，会在正常的这个调控和这个控制的范围内来正常的进行各项工作。 境内外的一些，三股势力啊，企图分裂国家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。我们讲啊，在新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、尖锐的、复杂的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由来已久，过去有，现在有。 将来还会有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那么，七五事件它不是民族问题，也不是宗教问题，而是由三股势力在境外煽动，境内实施的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。 电话4590298，4590298。